11月16日，萧敬腾在广西南宁被偶遇，林友会全程陪同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当天萧敬腾穿着花色衬衫和蓝色牛仔裤，显得非常有型有款，很容易在人群中引人注目。他的老婆林友会也陪同他一起去了南宁，虽然他不是节目的嘉宾，但他是萧敬腾的经纪人，所以要随时关心他的工作情况。两人一边工作一边恋爱，画面十分甜蜜，幸福溢于言表。萧敬腾给足了林友会安全感。当天林友会穿了一件白色的 T 恤，头上扎了一个丸子头，他比萧敬腾大了14岁，所以两人站在一起年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。林友会看起来比萧敬腾成熟一些。两人画面曝光后，网友都纷纷评论，老萧和他老婆真是形影不离。今年6月，萧敬腾向林友会求婚成功，在好友的见证下拥吻，萧敬腾还哭了。3个月后，他们又宣布了结婚的消息，两人穿着白色的礼服在海边拥抱，画面美极了。他们还公开了领证的过程，萧敬腾和林友会经历了很多困难，最后才走到了一起，也祝萧敬腾与林友会永远幸福吧。